今天出来必须把俺俩的事全办了。你先别说话，我要开头。今天我们俩出来，你们看这头型，两天没洗了，知道为啥吗？要染头发去。我们俩最终决定了，还是把我俩的头发好好整一整吧。新年新气象，换个新样子。你干啥呢？新闻报道。还有个关键的事儿哈，刚才跟我们逛街的时候我给忘了，步行街那边有那花盖儿，冻的。我瞅那样好像是正宗的，我寻买一点回家。网购买的时候不是买的不对吗？这还有卖的。他家这有一堆小餐，选太可爱了。这个是大冻梨，但也不是很大。他说这个是花盖，但是我感觉像是像，就太小了，这小梨袋儿。这是香水梨呗？对，好像是。这怎么卖的呀？这给我多少钱一只啊？2000。五块钱。柴犬。太可爱了。买了几斤？买了4斤。步行街晚上也挺热闹呀，这大灯笼、大对联，这种年味儿。小妹，发现没？咱俩走这一路，以前的美发店可能叫美发，叫发廊，现在什么造型、美厂、沙龙，老多名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俩在大道上漫无目的的逛了，发现了好多美发店都是爆满，咱俩进去也得等老长时间了，因为年底了嘛。对，所以找的差不多了。你们发没发现，就是现在的美发店，你进去之后，你比如说剪个头发，至少都有三种价位的。什么普通发型师啊，然后店长呀、总监呐、什么什么顶级造型师啊，还有就是总监助理啥啥的啊。我俩为什么没有固定的美发店去做头发呢？就这么早。就是这么早，是因为啥呢？哈，之前我们两个经常去了一家店哈，那家做头发其实说实话也还行，咱不能说太好，但是价位还可以。然后那个我找了一个发型师，他的价格在他家是中层的那种啊，对，我能消费得起。然后我办了张卡，有一次我上他家之后呢，他摸着我头发，正要给我做头发，说了一句：“姐，我升级了，我现在是俺家，我现在是俺家总监，涨价了。”你还用我吗？当时我那脑瓜子懵了，我说用。我那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个，我觉得好像说的特别对，就是您走到一家美发店，比如说你要染头或者要做头发，然后人家呢一顿给你介绍，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老师，这是我们什么什么总监，这是什么我们店长，这是什么我们顶级造型师啊。然后你见他如果你还得他说这是我们什么老师，你还得什么老师好，完了人家小棒一抱，就感觉你是花钱来学艺来了。不是，我让我一度怀疑我是来花钱消费来了，还是来拜师来了。对，现在就有这种，所以我们两个找理发店特别大的店不想进，不想有那种感受，我不想让他们给我们介绍，我们不想学艺，然后太小的店吧又怕做得不好，所以我们俩就溜达溜达，然后我表妹给我们推荐这附近的还行，去看看去。反正溜达好几家了，都爆满，也是年底了。瞅这家店人不是很多，赶紧进去吧，要今晚整完了。听理发师的，他给我讲颜色，我也是，要不然那个还得漂。天黄的怎么？这是什么颜色？我的比你的黄点，发现吗？我们两个是两个发型师给设计的颜色啊，结果呢特别特别相似。然后呢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最终我们姐俩没逃过办卡的这个命运呢。我这个是副店长，我小妹那个是总监。他们剪头是68，然后我们俩办卡打折是42块钱剪头，然后我们俩染这个头，你们猜了多少钱？所以我说了，进到美发店真的是难逃办卡的命运，一人办了一张300块钱的卡，完了整了一个这个头，礼拜二剩90块钱，到时候再来剪头或者咋用吧。200-600块钱，反正态度确实挺好的，染的也行，挺喜欢的。行了，这就是过年其中的一件套，又完事儿了，又完成了。在屋里边拍的时候比较明显，然后晚上出来了就没有这么亮了。最关键是化化妆就好看了。
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脸好大。好了。我还稍稍的修剪了一下，因为头发底下太齐了，太丑了，让他给我剪了一点。